杨威的儿子杨阳阳曾经在《爸爸去哪儿》中以呆萌的形象和耿直的性格圈粉无数。近期杨阳阳参加少年体操比赛获得奖项，一旁的杨威默默为儿子助力。子承父业的杨阳阳练习体操，专注的眼神十分帅气呢，再也不是之前节目里的爱哭鬼了。杨威与李宁、李小双一样，是位全能型选手，绝活多且几乎没有弱项。他的动作干净利落，节奏好，力量强，难度大，空翻高飘。譬如他在自由操上有直体后空翻转体720度的高难度动作，直体前空翻转体360度接直体前空翻转体540度俄式挺身转体1080度直体后空翻转体900度以及团身后空翻两周转体360度的结束动作。